还有一个第三阶段哈，就是说，宝华兄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最近有什么活动啊？还是说那个台湾反共救国团，好，最近有什么要介绍给大家知道的？那今天我带了2份哈，我们一些活动，过去2年的这些活动的这些一些小介绍哈，摆在那边，欢迎大家去拿。而且，我手上也有一些名片，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因为名片上有我们的网站啊，我们的网站啊，海外还蛮多人在看的。我希望这个大家能够上我们的网站去看一下，在网站的最左边呢，除了中间的3大栏目之外哈，第一栏是。主要都是林宝华的一些文章啊，一些通告。中间那一栏是我们团员大家到处去参加一些活动的一些照片哈。那些我花很多的时间在整理这些报告，希望大家去看一看。在我们网站的最左边有几个栏目哈，其中有一个是政治医院，那是我美国刚回台湾的时候那2年做的一些。主持的一些评论的节目，报道他的文章的，那个可以去看一下。那然后里面有一个林宝华评论，是他的部落格，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非常多他的文章。还有一个是他自己主持的，叫做《共产中国》，就是所有如果你那是有一个等于是一个资料库哈，如果你想知道中国的任何的问题，他在那边都把那些文章分类了。那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这2年比较忙碌的工作，特别是除了我们自己2个人有一套的这个群组，我们每天在发这些群组，我们把海外收到我们每天发的他跟我发的东西哈的电邮，替我们转出去的每一个朋友报给我们的，比如说温哥华有人替我收到我的 email，他转出去1000个，在 San Diego 那边有4000。我们加起来的海外已经接近大概2万个海外的侨胞在看我们的东西，所以这个事搞到我们越来越累，都停不下来。你看我现在出来都必须要戴眼镜了，不是说我看不清楚啊，其实是遮住的这几年我长期不够睡的那个黑眼圈。那个我特别要讲的就是刚刚林宝华曾经提到一句哈，说他本来其实选完他蛮泄气蛮灰心的。但是他觉得香港跟中国的年轻人现在站出来反共啊，是从来史无前例、从来没有过的，这给他很大的鼓励。那我个人呢，我个人有一些群组哈，是来自中国的各地的年轻人。这一次选完，我曾经在我的脸书哈，我很幸运，我大概经营了大概半年左右的脸书，我现在有5000个粉丝。现在还有100多人在等，但是因为不能再加，因为粉丝那个脸书一超过5000哈，就停了。所以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一两百个人怎么样去解决。那我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一直在跟我互动的。在选举完之后呢，一开始的那一两天，我写了一些比较泄气的话。然后有一个北京的男孩，非常年轻，才20多岁。非常的鼓励我，他给我来了一段话，说：“你那里唉声叹气，叫我们这里怎么活？”哎，我一看说，对哦，人家都是这样出生入死，撞，冒着生命危险在看我们的东西，你还要去写那些哀心那个灰心的话？我就想，我就赶快说啊，对哦，我们不能再唉声叹气了，想想说我们自己生活那么的舒适，那么的方便。想想他们这个年轻人跟我讲说，我要全我一生的力量，我一定要逃出来。所以说，我也很鼓励他。我们常常都有互动。那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朋友是初选的那一天在板桥竞选总部有没有？我知道一下，你那天在群众中吗？你有发现那个当结束的时候，在这个群众，就是当解散的时候，在群众的这个尾巴的地方。有一个74岁的老人在那里嚎啕大哭，跟大家再见了，就是林宝华。所以他今天可以说是正式的站出来。我其实担心了很久啊，说他还有没有这样子的精神能够再出来鼓励大家，因为他自己也非常的需要鼓励，所以我要深深的向你们大家今天给你们一个鞠躬。谢谢你们来，
来鼓励他。那我们台湾青年掌舵救国团呢，我们刚刚经过了一个改选，然后我们换了一些过去的理事，我们换了一些新的理事，有一些年轻的朋友，特别是过去的两三年里面花很多时间跟我们从南到北到处去探访年轻人的一些朋友像今天的一些朋友都在，我也看到保罗兄也在哈，你好，那很欢迎他们也重新来这个加入到我们理事的这个阵容里面，所以我们未来呢，现在在策划的，从三月份开始，我想到时候我们报纸上都会有预告，我们准备要有一个感恩的茶会，跟大家见面，来介绍我们一些新一代的这个理监事。另外，我们也开始在部署，要到这个各大学去跟一些年轻人接触。当然我自己心目中，其实有些事情实在我觉得，我们除了埋怨别人说这个别人怎么坏，这个对方怎么坏之外，我们其实也非常多的有不足，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我不知道我这个人比较直哈，我也比较敢讲话，比我先生敢讲话。他是凡事留几分，我不是的，我是要讲我就冲出去了。那我最近在脸书上写了几句话，我想当然也难免会得罪到一些人哈。那我是说，我其实自己跟我先生到处一场一场的在后台，我其实也看到政治的炎凉，我发觉很多人包括民进党里面他们自己人，当他们出去助选，像我们不选择的，我们能帮的人都去帮，但是我发觉很多人他们只帮自己人，不是自己人他不会帮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有太多的事情要检讨，我们其实未来还有很多的事要做。首先你没有去深耕这个基层，你没有到每一个乡镇去部署，这个已经是自己的不足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未来的四年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的，包括我们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我们本来的成立也是为了，因为陈云林三年前来的时候他这样子的嚣张，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要组织起来做一些为台湾做一些保卫的工作。那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呢，未来呢就是要下乡到各个大学去跟年轻人接触。那我也希望在座如果有一些同学有一些老师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另外我个人是觉得，以我一个外省女性哈，我是很非常想要去做一些，我曾经在蔡英文主席刚刚上任的最早期，我跟我先生到办公室去看他，我跟他说，主席，民进党多年来的这个你这个族这个什么什么族群的这个部啊，你们只重视的就是原住民和客家，我说你们有一个外省族群的，我当时真的很想跟他说我来帮你做外省族群，但我觉得我们脸皮很薄啊，这人家误会以为你想干嘛，你来求我什么，所以我说不出口。我现在很后悔，如果三年前如果我就大胆的跟他说我来帮你，说不定我们已经做到一些事情。我觉得完全没有去照顾到外省族群这一块，他们对我们有很多的误解，但是当你真的去玩闹去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他会觉得其实那些支持台湾独立的人也不是那么可怕啊，也不是那么坏啊。就像我自己，如果我不是有海外的经验，我去香港21年，然后跟我的先生在香港回归前到纽约去做了9年，前后我有30年在海外，如果我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海外的经验哈，亲身经历到这么多的中国人，从我要坦白讲，我从小是认听，因为我是来自一个深蓝的家庭的，而且我的家庭跟蓝营的一些领导人都是非亲即故，有比较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从小他们都是认定他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我怎么会不是中国人呢。然后从这样的思想变化到有一天我发觉说我绝对不是中国人，我跟中国人绝对不是一种人，这个是我后来在海外花了30年的亲身的经历之后，我想这些我将来都可以，真的是可以写一本书，有太多的经历。所以有些台湾人觉得说我们生活很好啊，就帮他们一下又怎么样，我跟你讲，你还没有遇到针也没有吃到，你也不知道痛。我不讲远，我就讲过去我们在纽约怎么会最后终于打定主意说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在纽约住的是非常好舒服的环境，大花园洋房180平，
我怎么不要我那样的环境，那么美的环境，我愿意回到台湾来。因为你的那个小镇本来叫做小台北的，有一天变成小中国了，然后那些中国人的张牙舞爪，那些中国人的没有文化，那些中国人的种种的恶行，我会发觉说你要每天见到这些人，你的生活太痛苦了。所以有一天如果他们真的是像蝗虫这样子来到台湾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你会觉得生活是很痛苦的。所以我自己很希望能够去接触台湾的蓝营的人，比如说去建村。我其实跟很多民进党的候选人建议说，我们其实来开几场到眷村门口去，给他们唱唱怀念老歌啊，分分一些事情啊，然后找一些宝华啦、小峰啦，来给他们讲一下，这个你们以前是反共的啊，老蒋也是反共的啊，但是今天怎么样的情形？今天背叛当初你们理念的是国民党啊，我很希望说能够跟他们以接触来做朋友。那其实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你这样想太荒谬了，他们怎么会理你？但是我跟林宝华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2000年当阿扁总统刚刚选上的时候，纽约的这个老乔中华公所他们非常的反弹，他们把张富美，就是侨委会的委员长，当作敌人，他们非常恨民进党，恨得不得了。后来呢，因为他们跟我的关系特别好，因为我能够讲广东话，那中华公所有很多的活动，包括王丹来，包括魏金生来，包括刚刚讲的香港的女议员刘慧卿来，都是我在台上做主持人替他们做翻译。因为我们一坐下来了之后，大家一聊天了之后，大家都忘记了什么台独不台独。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可能的。像我们一坐下来，有一位很著名的台独的侨领就说，我的媳妇是哪里哪里人，我的媳妇是你们广东人，大家的那个警戒心一下就放松了。原来你家他家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将来婚姻都不是你能够控制的，那个已经没有办法分什么蓝绿啊，什么统独了。所以我觉得说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我们未来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做一点力，也非常需要大家给我们的支持。同时我也非常的感谢苏炳跟妙子哈，青平台你们这个一直坚持这么久了哈，一年多了哈。其实我们这一年多来每一次看到消息都想来，不过当你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在别的地方，非常抱歉，我今天终于来到这边的，非常的高兴啊，可能话也讲得多了一点。好的，非常谢谢大家，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那其实今天宝华兄身体是不太舒服了，不过可以让他讲的高兴的时候也会忘掉痛苦了。OK， 好，那我们就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先结束哈。那之后还是欢迎大家可以留下来继续沟通哈，继续聊天。然后我们过去的我们的内容都会录音，好，所以你刚讲的我们都录下来了。然后我们会放在网络上，然后如果要听过去的录音的话，你就到 Google 去打声音，深入的声音乐的音，就可以找到我们之前的录音。那今天谢谢大家来参加，谢谢。